箴言第三章第三至第四节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又聪明。冇错，有一啲我基本嘅需要啊，好似天公地道，我应该得到咁样。但系问题咧，原来咧，当我哋就系做到再多一步，就话譬如好似我自己经济上缺乏，原因因为嚟自我唔贪啊嘛，我冇攞一份叫做固定薪水啊嘛喺教会。咁而但系问题，好啦，真系缺乏嘅时候咧，咁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，天公地道去讲俾人听啦，明示暗示都有啦，系咪？但我连明示暗示都冇嘅，即系我同玉珍咧，佢两个去定咗就我哋有缺乏，我哋唔讲俾人听嘅，即系我哋宁愿自己挨肚饿啊，侍奉神啊，神知道就得噶啦，咁样。你见唔见咧？呢种方法就系如我所讲呢种强制性嘅对等交换。喺咁嘅情况底下，如果我哋介介意咁样俾人知道，其实金教会嘅经济一直都养唔到我哋。其实喺早年咧，佢哋直情系唔知嘅，系好后期我。叫做教会真系养到我，甚至多几个全职啦。我记得嗰阵时差唔多五六个全职之后，我先至会透露咧，其实早年教会嘅奉献根本绝对养唔活到我同阿玉珍嘅。当时我定咗唔讲呢样嘢出嚟嘅时候咧，咁咧变咗咧，神就做一样嘢咯。就开头咧，佢就会偶然咧会感动人啦，譬如好似一啲嘅姊妹啊，单身姊妹啊，佢有感动啊，会买包米咁跟住嚟探我哋啦。咁试过亦系阿展明啊，即系买几个橙买一包米，咁然后就摆咗几廿蚊喺嗰袋米同埋包橙里边咧，咁等走咗之后我哋打开，哎呀，原来有啲钱啦，咁就咁过啦吓。咁但系因为我哋直情完全喺呢一方面唔会透露咧，甚至呢啲见证友咧，我哋都唔会透露，因为一透露呢啲见证人，人哋就知道你真系吓，即系所谓攞招唔得猛啦。咁令事啊，当然我更加唔会讲俾我嘅父家，即系我爸爸妈妈知道啦吓。咁喺当时嚟讲，我就定咗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日翻去探佢嘅。嗰一日咧，就系我成个礼拜当中咧最食得饱啦，同埋最好食嘅嘢就系嗰日噶啦。咁因为我每次翻去探佢咧，都顺便吓喺嗰度食下啲嘢啦。咁样我爸阿妈咧就会叫啲嘢食俾我，或者阿妈咧就煮啲嘢食俾我食嘅。咁我就嗰日去探佢，咁就虽然最好系带埋玉珍去食啦，系咪？因为但系咁啊，好寒酸噶嘛。咁所以变咗，通常就得我一个去食，食饱翻嚟嘅啫吓。咁啊，有钱嘅话就可以买嘢俾阿玉珍食嘢啦。咁或者我有阵时打包攞翻去俾阿玉珍咁样嘅。咁但系我想俾你知道就系当时咧，我系知道呢一种强制性嘅对等交换咧，就系话第一，我真系尽咗我责，我尽我所能做。你哋所听嘅石安嘅每一篇信息啊，由第一篇我分享嘅就已经系录音嘅，所以而家你听翻嘅每一篇信息，当中事实上有几多篇咧？其实真系你个牧师系食唔饱，然后上台去讲到咧，喺每个礼拜都系度过食唔饱嘅过程咧。但系呢个过程当中，我尽力而为，尽我所能做，但系问题我甚至连自己应得嘅嘢我都唔去争取嘅话咧，而并且仲有一个阶段就因为嗰阵时真系教会实在系太过弱啊嘛，神都揾唔到。太多人可以长期在经济里面呢，在不知情底下呢去帮我的嘛。咁呢就会强制性呢导致神亲自去祝福啦。神亲自去俾人数增长，神亲自去使到呢呢间教会呢嘅人数呢係与日俱增。所以变咗呢，我哋教会到后期嘅增长同埋我哋嘅经济呢就可以话真係绰绰有余啦。就係、是、咁样啦。我就是讲紧，原来当我哋喺信仰上面撒种，冇错系一种技术，但系撒种原来系引发咗咧我哋所讲嘅对等交换嘅话咧，对等交换，如果我哋能够连神啊去想揾一个人去回报我哋或者祝福我哋嘅时候，都唔能够达到呢一种百倍祝福嘅话咧，神就会亲自成为我哋嘅祝福，而当然神成为我哋嘅亲自嘅祝福、亲自嘅保护、亲自嘅启示嘅话，嗰、那个系可以话系千金难求啦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希望得到这种祝福的话，那很明显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那种行少少善啊，就急不及待要就是贪这些回报啊，做少少好的事啊，就希望即刻呢就有人去知啊。每逢呢叫做牺牲啊或者付出的时候呢，哇，就有人打锣打鼓咁知道啊。
领袖又要知道，跟从的人又要知道啊，嗰种周街 show off 嗰种方式咧，咁就要戒绝噶咯，系咪？因为嗰种你得嘅奖赏已经喺人嗰度得到，咁所以你就明白点解有好多人根本系一生都唔使知经历神，因为神就系咁均真噶嘛。而我哋只不过就系找住神就系咁均真，佢一定喺佢嘅性格当中，佢唔能够违反佢嘅公平同埋公义嘅话咧。如果你真系咁做，既然还掂啦，即系以前我就系咁谂咯，就系、既然我还掂，我都知道神系真啦，点解我唔开始行呢条路咧？系咪？即系而并且我知道，只要我试过一次，其实次次都得噶嘛。因为呢个神唔系会死噶嘛，系咪？唔系话佢会黑眼瞓噶嘛？圣经讲话我哋嘅神唔会打盹，唔会瞓觉噶嘛？系咪？唔系行开咗噶嘛？咁所以变咗，原来佢做到一次嘅话，其实根本系可以绝对喺任何层面、任何地方去做嘅。而事实上咧，呢一个亦喺咁多年当中，当我去咁样做嘅时候咧，我发现咧，我哋嘅神咧系唔单止单单喺抽象嘅智慧知识里面可以做，佢真系喺实际嘅物质上面佢可以咁做。而并且咧，我哋所讲嘅人生里面所有需要嘅范围当中，你都可以咁做。但你知唔知道，如果你真系咁样做嘅时候，你对神嘅信仰会变成几真？而到个阶段咧，后屘我当然用对等交换当中去换取咗恩赐运作啦、call位啦呢一啲啦，我唔单止咧系喺一笪地方做，我甚至去到马来西亚、去到新加坡啊、去到唔同嘅地方咧，都一样做到。即系话，原来神嘅神迹系唔受地域限制嘅。啊，即系早期我得到神呢种对等交换嘅时候，我喺加拿大温哥华添。但后尾我喺拥有呢种对等交换嘅时候喺香港，但跟住我就因为理解咗呢样嘢咧，我尝试睇下每样嘅恩赐、每一样层面神嘅干预同埋参与咧，原来咧任何层面都得嘅，而并且任何地域都唔会限制嘅。神所俾嘅所有呢啲嘅恩赐，原来我哋可以喺我哋人生当中咧咁样去经历佢嘅。但系问题咧，弟兄姊妹，另一点咧，呢种强制性嘅对等交换咧，我却见到人咧系反向去做嘅。哇，嗰、那个真系，我觉得真系好嘅唔灵，丑嘅灵。我种生活方式咧，我觉得真系，我而家终于讲俾你听呢一啲嘅见证嘅时候，我自己都有少少毛管动。就是、人系反向性做对等交换嘅，就系点样咧？就系、有啲人翻咗圣安，大家都知道圣安有神啦，系咪有神嘅同在啦？系咪？就是如果你圣经里面所讲话，当我哋软弱啊，我哋犯罪嘅时候，我哋应该点样？我哋应该彼此认罪。当我哋咁样嘅时候咧，其实教会啊，同埋你身边嘅领袖咧，就尝试真系藉住管教或者改正咧，去帮你洗你胜过罪啊嘛，系咪？但系问题咧，我发觉有人咧喺即系佢好嘅佢唔做啊，佢衰嘅咧，竟然喺呢一方面咧引发咗神嘅强制性嘅对等交换。就是他们犯了罪，他不给领袖知道，明白吗？因为本身就是说，如我所说，当我们杀了种的时候，神尽量首先找人去帮我们处理，其实所以一个人去杀种都有好种有不好种的嘛，即有些人杀了败子，有些人杀了荆棘，有些人可能杀了私欲的种子，是不是？杀了私欲的种子，神通常第一步就会怎样呢？第一步他会找一些人，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改变我们，譬如好似可能佢有感动，发觉啊，你系咪软弱喺呢一方面？啊，我对一你咁耐，我发觉好似你而家后退咗吓、啊，最近你婚姻上有冇问题啊？之类呢啲，佢通常用呢个方法咧，去使到我哋咧拔咗我哋内心当中呢啲荆棘呢啲蒺藜嘅。咁当然最好就系即系加罪负责任，或者系我哋个对一。好多时当我哋愿意系啊，我即系犯咗呢个软弱啊，我系灰心咗啊，系啊，我而家真系发觉自己更加俗世啦，我自己喺信仰上常常走灰色地带咁样，系咪？咁神就会点样啊？神就会揾到个人去将我哋呢一啲生命里面嘅杂草啊、荆棘啊、蒺藜啊，去消灭咗佢嘅，吓，让我哋能够喺信仰上再次站起咁样。咁呢个就系最普通嘅杀种方式，神帮助我哋人生当中咧，去消除翻啦，我哋自己呢一啲嘅罪、呢啲嘅软弱噶嘛，系咪？咁但系问题咧，就好似喺圣经里面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咧，佢系强制性嘅导致咧呢一种嘅对等交换咧，喺相反嗰方面做。佢自己私自留下几分，佢有冇讲俾使徒听啊？佢有冇讲俾其他人听啊？冇啊！所以咧，本来咧应该由其他使徒或者其他呢啲嘅基督徒应该劝佢啊、教佢啊、管教佢啊，佢冇。佢自己照拎晒啲钱掉咗咧喺使徒嘅脚前，就话啊呢啲系我全部噶啦。咁结果咧，强制性对等交换咧嘅反向作用出现咧，神嘅圣灵亲自击杀死咗佢两个。你见唔见啊？
一样喺石安都有嘅。有啲人咧，佢明明软弱啊、犯罪啊，佢欺骗完又欺骗，欺骗完又欺骗，因为佢觉得咧，佢咁样嘅时候，因为佢自己本身有嘅身份啊、地位啊，佢自己有嘅呢啲嘅祝福咧，都已经唔系撒种翻嚟噶啦，已经系呃呃骗骗噶啦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已经拥有咗呢啲身份，用兼夹仲要咧系犯咗罪啊、犯咗奸淫啊、偷盗啊，乜都齐啦吓呢一啲，好仲要瞒。咁神咧，佢呢啲人焗住咧，神揾唔到人去对付佢咯，吓揾唔到人去管教佢噶咯。咁神强制性咧，好多时就会让呢啲人万劫不复，明唔明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所讲嘅强制性嘅对等交换咧，系有正有反嘅。但系我见咧，好多人咧，竟然咧就行喺反方向嗰面。而事实上，我想你知道，神去用呢种嘅方法咧，好多时嗰种嘅手段你系想象到，佢会缩短你嘅手数，佢会杜绝你一跌之后咧，让你身边系完全冇任何嘢可以扶持你，而让你失去救恩。点解我哋好嘅就唔去学？我哋走去学，仲要衰嘅对等交换 ，OK？ 有啲直情我亲眼见神直攞走佢哋悔改嘅心，而导致佢一跌就即刻刹那之间，短短几廿个钟里边变咗个坏学生，永世都唔使玩啦，因为佢即刻涉足圣灵啦。你见唔见啊？而家我所讲嘅呢个强制性嘅对等交换咧，系有正有反嘅。而正嗰方面，我哋见到就好似雅各一样，但系反方面，我哋却见到好似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咁。本来使徒或者佢身边嘅基督徒可以劝佢，可以帮佢，可以辅导佢，但系用呢种嘅方法导致咧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物咧，系可以直接将佢所杀嘅呢啲嘅坏嘅种子咧，百倍俾翻佢。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就亲身经历神嘅圣灵击杀喺佢身上啦。箴言第三章第三至到第四节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。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祈求并侍奉，时常随着耶稣，内在这呼吸，热烈呼吸的赐福，心中已决定侍奉。无论福与祸，建立定志向，请主指引我，求上主圣灵热烈燃着我心窝，感动燃烧我，将内心触摸，荣耀的圣灵全能尽显我生命能力，似火无限充满。